先测一下这个屏是不是好的哈。可以的，我们拆下来，把排线拆下来，重新要一下，重新要示范一下。放在台面上夹着，夹得不？翻过来就。这是 ACF 去除液哈，在平板洗的次数不一样。贴上鞋的明确，然后用丙酮清洗一下，贴 ACF 胶。
贴在排线上面。用烙铁玉压一下，给我加热好的环形。把两边多余的胶把它去掉。打开电源，等待界面启动。这边这个温度的话就是50度这样子，这个温度的话是这里的这个实音条的温度，实音条的温度，给 ACF 加的温度。这个药的话就是180这样的。中文进入自动生产，先测试一下。先测试一下机器能不能正常运行。首先按中间的按钮吸真空，这个吸真空，然后再按启动，温度达到自然效能。真空马上吸出，放平的时候放在吸平这条线，吸平这条线，吸入真空。现在我选择下对位，这个是上面对位，然后在这里切换。现在是上面对位，我现在需要下对位，切换一下。现在就下面，下面啊，下面，下面，下面，排线拿过来。要调了，看到这个头哈，调这两个头，上面这样。看到这两个头，现在把这个外面那个保护撕掉，外面都撕掉，然后就剩 ACF 胶，然后去对位。真空是吸好的。
刚刚卸好，然后现在按启动。启动工作。好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好，现在来测一下。多平衡自己的密钥吗？你测试一下啊。OK。